咁喺经里边讲啊，话法不孤起，象缘方生。咁呢个意思咧，就系话你凡系做每一样嘅事情，单独嘅力量咧系唔可以实行嘅，任何一边一样嘅事，一个人系做唔到。一定呢是要有好多助缘，所谓种种助缘才能够成就。咁今次又能够同大家同聚一堂研究学习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以及读诵花严经啊，亦都是种种因缘助成。咁我自己呢係唔敢讲话讲经，因为我对佛学呢方面呢认识呢确确实实係非常非常之肤浅，呢啲唔係客气嘅说话，係真真实实嘅说话，所知嘅呢唔係几多。如果真正係话讲经呢，是要从自己的智慧心地里面流出来，这个妙理发挥是源源无尽的。那现在呢，只不过是将过去曾经听过的以及参考古时的祖师及现在大德法师居士们的著作来复述一遍，同各位共同研习。所以现在呢，我只可以讲得是复讲，是复经。但是在我复经的期间呢，亦都不能够免除有错误的地方。因此啊，现在解释行愿品就是抱住学习的心情同大家共同研究。在修学佛法的里面呢，这个善友善知识极之重要。因此啊，希望在法会期间，我们大家能够互相鼓励，互相切磋，互相为修学佛法的增上缘，共同学习普贤菩萨的无尽行愿，藉住这种的善因，将来亦都得到参与花园花严会上听闻佛法。我希望在座大众呢，大家共同生一个稀有之心，难遭之想。因为佛法是不容易得到积遇的。修学佛法的目的啊，都是希望将来能够得到解脱，过住正常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之中呢，曾经作过好多好多的仗道因缘的事业，故此呢同生死结落不解之缘。那我们在生死道上啊，来来往往等于什么呢？好像寸虚一样，哪一个虚期是到了，我们又去那里趁虚，哪个虚期到了，我们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趁虚。我们在这个生死道上啊，作下这个生死之业，一阵是人，一阵是天，一阵是地狱鬼畜生，没时停息的。那在这个生死之中，有人曾经对我们有恩的，有人曾经跟我们结过冤的，
咁在我哋未听佛法之前咧，系唔知道呢度嘅呢种嘅道理啊。只不过系随住世间嘅环境嚟转变，正所谓随俗浮沉。咁现在我哋得闻到佛法，了知道生死是痛苦，因此呢就要求解脱。咁喺我哋嘅修学过程之中，所需要嘅系乜嘢呢？需要忏悔业障，更需要求得报恩啊！所谓报父母恩，报师长恩，报众生恩，而在种种恩情之中，佛陀对我哋嘅恩呢是最大的，所谓天高地厚。咁如果我哋要报佛恩，是要点样呢？我哋如果报佛恩，就要弘扬佛法，并唔系话我哋能够讲经，识得讲经，先至叫做弘扬佛法。只要我们在佛法之中懂得一句同人讲一句，令人哋明白得到正知见的利益，这种呢就是弘扬佛法。在佛陀的座下有四众弟子，所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果开广来讲呢，是有七众弟子，加上色叉摩罗、沙弥尼，共成是七众弟子。因此呢，弘扬佛法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凡是身为佛弟子者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甚至我们能够发心听经学习，鼓励人地读经，鼓励人学经，生欢喜心，生随喜功德心，这一种亦都是属于弘扬佛法。咁现在啊，我哋距离佛陀入灭已经系好耐好耐嘅时间，众生嘅善根系浅薄，在世间上发生这个刀兵祸乱啊，天灾人祸，正所谓是无日无之。如果有佛法来滋养人心，暴戾的气呢就会减少。因此希望我们大家多些向佛法之中学习，拥护佛陀的正法，减轻暴戾的气，这些呢就是属于报佛的心恩。所谓佛法无人说，虽为不能了，我们能够得到古来大德的著作阅读，以及得到当代大德法师居士们的书写讲解开示，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幸运的。所以今次这个法会，我们既学习普贤行愿，又读诵花严经，希望各位呢共同以研习佛法的精神，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共同为了报佛恩而努力，去研读佛陀遗留下来的宝藏。这些呢是我们身为佛弟子最切身最切身的问题来的。同时我们更以这一次读诵学习花严经的功德，以至诚心来到回向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消灭战争的恐怖以及自然的灾害，令到这个世界上
化步累为慈爱，化空虚为祥和。咁呢啲咧就系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实现嘅。咁现在咧，我哋开始讲经题，《大方广佛花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咁在未解释经题之前，我先分开三点，略略将行愿品嚟介绍一下。第一点就是讲行愿品的重要性。花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在中国佛教界呢流传读诵是非常非常之普遍，犹如好像心经、金刚经、普门品、弥陀经一样，在佛教里面呢都受到重视，普遍持诵，而且都是要以这些经典定为日常的课诵。因此啊，行愿品是我们一般修学人士在修学过程之中呢是不可以缺少的经典。因此啊，这个行愿品在我们中国里面呢讲解的人呢亦都好多。咁呢品经啊是花严经最后的一卷，因为呢品经呢极之极之重要，所以啊花严宗的四祖清凉大师呢称普贤行愿品，说普贤行愿品呢是花严的关键，是花严修学的纲领，完全是在这一卷之中。故此啊特别将这一品经呢印成单行本来到流通，作为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士每日重念的常课。咁过去嗰啲大德祖师啊，佢哋曾经定下早晚嘅两堂功课啦。佢定呢两堂功课嘅意思呢就係鼓励修行嘅人，要佢哋朝暮都唔好生懈怠之心，在朝晚之中都要努力进修，要忏悔宿业，然后先得到灭除三障烦恼，而得到广求福慧。所以普贤十大行愿呢就是上求下化，灭罪生福，成就菩萨行的主要修持课本。因此啊我们还当这个上祖典的时候，上祖典绕佛之后，我们就跪在这里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称念大势至菩萨圣号，称念清净大海众菩萨的圣号。称念完这三尊菩萨圣号之后呢，就继续回向法缘。那个时候念什么呢？在早点的时候呢，就是念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的十大行愿。而在这个晚课的时候，晚课呢就是单日弥陀就双日忏，当我们念大忏悔文的时候呢亦都是采取行愿品中的一部分的偈颂。由于在这个八十八佛大忏悔文里面，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
遍礼尽无余，乃至到除起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咁呢啲偈颂咧，都系从众十大愿王嘅要义。既然对佛发怒忏悔，咁当然啦，就系要发大愿求成佛道啦。咁啊，愿之大咧，业好言愿咧系最大，因此啊，必定要仿效普贤行愿，以求得到速证佛果啊。因为我哋喺修行嘅菩萨道之中，欲要成佛，一定咧就系发愿嘅。愿是有通愿和别愿，所谓通愿者，通者同也，是通同一切菩萨都发这个愿，这种又叫做通愿。那什么是通愿呢？就是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呢四个宏愿呢，相信大家呢都係好熟习，好熟习。呢啲呢就係属于通愿，通同一切菩萨都发呢四种愿。除非我哋係唔发菩提心，唔肯行菩萨道，如果係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一定是要发这个 四个愿，所以度众生转烦恼学法门成佛道，是菩萨道所需要上求的。那这些呢就是属于通愿。别愿就是每一尊菩萨所发的愿是不同，好像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他因中为法藏比丘的时候发四十八愿而行菩萨道，若师琉璃光如来因中呢亦都发十二大愿行菩萨道。那这些呢就是每一尊菩萨所发的愿不同。那现在十大愿呢就是普贤菩萨所发的别愿，是特别普贤菩萨所发的。如果能够依普贤行愿作为修学的方针，是怎样呢？可以激发我们修学人这种的广大心量，因为这个心量广大的时候呢，就除去私我弃执着，由这样呢就可以显发到度众生的行愿和进求佛果的行愿，将度众生、修菩萨道、求佛果这三种的伟大愿行啊，来到互相引发，这样这个慈悲心、仁爱心、福德心、智慧心可以融成一片。在这个时候呢，无自他人我彼此能所的分别，这样可以培养出一股所谓浩然之正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在这个佛教修菩萨道、行菩提道、发菩萨愿的时候，慈悲心、仁爱心、福德心打成一片，运用成为一股浩然的广大正气。这种的广大正气遍于虚空法界，上求下化，这样呢就是普贤的广大愿行。因此啊，在这个普贤十大愿之中的第九愿，行信众生的愿文里面讲，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咁呢一段文咧，向下我哋讲呢个十大愿嘅时候咧，就系有噶啦。咁呢个度众生、菩萨道、求佛果，就可以融成一心。故此咧，喺呢个经文里边有讲：啊，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以大慈悲之心而为呢个身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咧就生菩提心，因菩提心就能够成等正觉。可见啊，行菩萨道、发菩萨愿，众生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利益众生、度众生是很重要。咁又在第三嘅广修供养愿之中话，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乜嘢叫做法供养啊？就话如说修行供养，如佛所讲如实行，利益众生供养，接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仲有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咁呢啲咧都系讲明行菩萨道，主要系以众生为对象，众生、菩萨、佛果三种一气贯通，互相关联。如果冇众生，菩萨道系唔能够修，唔修菩萨道就唔能够成佛。欲想成佛果啊，必定就系要发菩提愿。如果发菩提愿，一定就是要度众生，如果不度众生，这个菩提愿是不得到成就。因此我们总括来讲，菩萨是因众生而得成佛，没有众生菩萨道，菩萨就是无佛可成，亦都显不出佛菩萨的伟大精神，同埋佢嗰种难能可贵嘅崇高品格。咁呢啲咧就系普贤行愿嘅重要。所以一位大德竺摩法师啊，佢曾经讲过，佢话就在于以众生行愿，如显普贤行愿，同时亦即于普贤行愿而逼出佛果的行愿。故此普贤行愿实在是众生进趣佛果之间的一道桥梁来的。如果没有普贤行愿的桥梁，众生就永远就是众生，佛果永远就是佛果，众生永远不能够得证佛果。因为有这个行愿的桥梁，我们就可以从凡夫的位，经过这个行愿的桥梁，入菩萨道而进趣佛果菩提。由这样就可以知道，行愿品是对我们修行人极为极为之重要。这里呢就是第一点讲行愿品的重要性。第二点就是讲行愿品的殊胜。讲到行愿品的殊胜处呢，在经文里面呢有好明显讲出，我哋慢慢将来读经文咧，就读到啦。所以行愿品系非常非常之好啊！因此古德话咧，
行愿品是花严经的关键呢，真正呢是没错的。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往昔由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又是俗性种类及容色，尚好智慧含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这段经文就是说，在我们往昔多生多劫以来，是因为愚痴暗蔽，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跟着愚痴去造业呢，曾经做过五无间的重罪。这个五无间呢，就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是有解释。咁仲能够仲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啊，好快脆就能够将呢个重罪消灭。因为仲呢个十大愿王之善因嘅缘故啊，将来我哋所生嘅呢个种性尊贵、颜色美好、相好庄严，而且啊，甚至到能够得到解脱，为三界中众生所应该供养嘅。咁呢个咧，呢段经文咧就系讲普贤行愿品嘅殊胜之点。又喺经里边讲，为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成菩提道。如果能够仲普贤十大愿王，我们所得的殊胜果报啊，没人能知，唯有佛才能够知。因为呢，佛是有甚深智慧，而知道这个修行普贤行愿的行者呢，将来一定得到无上菩提之道。咁呢啲经文之中啊，就系、是、话普贤行愿品嘅殊胜点，因此啊，普贤行愿系值得我哋终生受持嘅。咁我哋知道啊，佛嘅修行法门系有无量无边咁多，如果在无边嘅法门之中，找出一种法门对三种根性的人，这三种根性就是上根、中根、下根，对三种根性的人都能够得到利益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念佛法门。那我们现在距离佛台入灭的时间已经是很远很远，正所谓去性时要，人的根性就下劣。如果想说了脱生死，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很难达到解脱的目的。因此现在很多修行人呢，他们都修行净土念佛的法门。咁呢啲咧就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勤精勤求精进念佛；另一方面咧，更要仰仗佛嘅慈悲愿力去加持。咁样咧就令得到离苦得乐嘅目标。而呢个行愿品啊，就系、是、花严经入法界品最后的一段文，在入法界品之中叙述参求善知识的主要人物，这个主要人物呢就是善财童子。他为了发菩提心，勤求佛道，因此不惜艰难困苦，所谓烟水难信，就经历百姓，
从凡夫的地位遍参53位的善知识文法修学。咁在53位善知识之中，最后呢就是普贤菩萨，由慧伦妙觉的等觉大士普贤菩萨开示十大愿王，提示指导他所修所行都回向归于极乐净土，使到人啊对此行愿生起决定的信仰，向往净土。咁呢一点呢就是普贤行愿最极殊胜之处，因为道归极乐呢是属于净土法门，所以净土宗啊列呢一本经呢乃是属于净土经典之一。净土宗是以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同埋无量寿经呢三种经典呢是主要嘅经典。除咗呢三经之外，行愿品亦都系其中一部嘅重要经典，加上楞严经嘅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咁样呢就称为净土五经。咁呢五种经典呢对修行净土嘅法门呢係好重要。咁现在呢个行愿品呢本经文里面话，是人临命终时啊，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父上大臣功成内外，象马车乘珍宝服葬，如是一切呢都无复相随。所以人命终的时候呢，所有乜嘢嘅物件、钱财、物质、眷属，通通都带唔去嘅。唯有是什么呢？唯此愿王就不相舍离，于一切事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就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就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等。故此呢，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万般将不去，唯有在生的时候收集普贤十大愿王，由普贤十大愿王之愿力而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而得见诸大菩萨，得见阿弥陀佛。又在这个偈颂中里面讲，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又话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寻觅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咁呢啲呢就是普贤菩萨指导善财童子，唔净止自己回向极乐世界，仲要将自己所修嘅十大行愿无边殊胜功德回向于法界寻觅生死中嘅众生，令到佢哋亦都得生极乐世界。咁可见啊，我哋一个人到死嘅时候呢，正所谓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乜嘢贵重嘅物品在而家世界上呢，最宝贵嘅呢就係钻石啦，几多万一粒。我以前睇见有个人买一粒钻石呢16万美金，买一粒咁大粒买嚟玩嘅。
是很宝贵，但是到我们死的时候呢，这十六万的钻石呢带不去，只有带什么去呢？唯有业随身，我们生前作下什么业，作下善业恶业，这样呢这个业力呢跟我们最亲近，作下这个善业引导我们生这个善处，作下恶业就引导我们生这个恶趣恶趣。因此啊，能够再生受持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呢，将来呢由这个行愿的愿力呢就引导我们往生于善处，往生于佛国净土。咁由于我哋修行十大行愿，就即得到十大愿王嘅维护常随不离。咁显见得咧，在人生之中啊，我哋真正同我哋最亲近、对我哋最真诚、对我哋最忠实嘅朋友咧，唔系其他人，就系十大愿王。亦都可以讲得我哋创生死关嘅护身符嚟嘅。过关嘅时候呢，以前人过关要有这个护照啊，然后先过得关啊。我哋创呢个生死关，想离开生死得生善处，十大愿王呢就系我哋护身符，我哋过关嘅时候嗰种证明。因此啊，尤其是在这个佛法的人士求生净土的人呢，我们想在临终的时候不被冤家恶人邪神恶鬼骚扰，拖入邪途，受到诸般苦恼，而得到善友好友善神的维护指导，踏上这个光明正觉的大道，去到清净的国土呢，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十大愿王的行愿品虔诚奉行，生决定信仰，立定正确的目标，种落美好的因花，那将来呢就会得到美好的果实。所以说呢，人若命中时，世间所有眷属财富、名誉、地位都要同你诀别，唯有此十大愿王不相舍离。咁在一刹那之中咧，就能够引导往生极乐世界。咁呢啲咧就系受持行愿品嘅殊胜之处。咁啊，讲到呢度咧，我有一个问题。咁你话修行净土法门嘅人持诵普贤十大愿就好殊胜啊，但係有啲人呢佢唔求生净土㗎喎，有啲菩萨或者求生花藏世界，或者呢係求生兜率天，咁係点啊？咁係受持行愿品啊，有冇效啊？可唔可以引导我哋去这个花藏世界，或者引导我们去这个兜率天呢？我敢肯定一定有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成道的地方呢，就在印度的摩羯提国菩提树下成佛的。当他成佛的时候就是讲花严经，但是那些根性浅的小基弟子，就是那些根性没那么不利的那些弟子呢，他们所见当时见到佛陀的身上呢，就是像绿比丘身在菩提树下成道，咁佢所见嘅身呢，就三身之中属于应身佛。咁呢位应身佛嘅国土呢，就係我哋嘅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呢，就係
种种痛苦污秽不堪的。咁而嗰啲大根大气上根利智嘅弟子咧，又如好似诸大菩萨啊，佢哋当时见到佛嘅身上咧，就唔系像六比丘身咯，佢见到佛嘅身上咧，系圆满布身无量相好光明嘅卢舍罗佛，系喺十八圆满莲花状世界成正觉嘅。咁啊，众生嘅随着众生嘅根基咧，见到佛嘅身相系唔同。其实真真正正嚟到去讲，菩提树下同莲花状世界，以佛陀嘅智眼嚟到去观察啊，并唔系唔同。菩提树即系花状世界，花状世界即系菩提树下嘅娑婆国土。所以为土即是净土，因此经中里面讲话花藏世界本来呢就是释迦世尊的殊胜果报而讲的，是就释迦世尊的殊胜果报而讲的，其实是通于一切诸佛。因此弥陀的极乐亦即是花藏世界，在这个秘藏记里面解释花藏世界的意思，他说这个花呢就是理，这个真如实相的妙理，这个理呢是周遍于法界充塞于虚空，所谓遍这个十方，而诸法都是含藏在这个理之中，故此就称为它叫花藏。由花藏世界者是最上妙乐在其中，因此就称为叫做极乐。当知道极乐和花藏世界虽然是有两个名，其实是没有分别，不是有两个地方，根本上就是一个地方。因此我们求生花藏世界，读诵行愿品亦一样得到满愿，乃至到求生兜率天亦都同样有效应。因为佛佛道同，诸佛所证的福德智慧是相同，而弥勒菩萨呢，他亦都是在极乐世界之中，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如果这个人得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亦在极乐世界之中。因此极乐净土亦即是弥勒净土，故此求生弥勒净土，持行愿品亦都是能够满愿。因为呢在这个清净佛的字眼之中，这个理上是无有分别，只要我们自性持众行愿品，我们所求的愿要所求哪一方的净土都能够得到满愿的。那以上呢就是讲受持行愿品的殊胜之处，是属于第二点。第三点是讲下行愿品与花严经的关系。普贤行愿品呢就出在花严经，是花严经的最后一品。故此同花严经呢是好有好有关系，尤其是称为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更加是花言所讲的宇宙人生真相最高的哲理。花言经它不仅止内容丰富，而且它卷数亦都很多，并不是其他的经可以和它相比的。花言经的文词义理都丰富高深，经内所讲的都是属于妙觉果海的广大真如妙理，以及清净微妙的功德。在四法界之中，花言经的道理非常之高深，非常之广阔。讲到这个四法界呢，就是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将来呢入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讲一下的。在这个四法界之中，特别特别着重的呢，就是事事无碍法界的发挥。咁一个事事无碍法界啊，又系佛果嘅一切不可思议嘅境界，亦都系花严经最高嘅。